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果果亲子游戏。光头强，光头强，滴滴。哦，是熊大、熊二啊，有什么事吗？光头强，我们三个人给小朋友们表演一个合体吧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也正想练习练习呢。小朋友们，熊出没英雄三合体来喽！呜呜呜呜！小朋友们看到我了吗？我是光头强，我就坐在车车里面。小朋友们知道熊大、熊二去哪里了吗？让我们把他们变出来吧。好，开始表演咯。啊，看到熊大熊二了。分身，先变熊二，变出头，合并身体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太棒了。咚咚，熊二真可爱呀。接下来变变熊大，先变头，合并身体，特别简单，对吧？小朋友们真棒啊。看看光头强，放下车门，光头强是司机，光头强就坐在车车里面。车车有车厢，是一辆小汽车，有四个轮子。车车可以行驶哦。滴滴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我还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健达奇趣蛋玩哦。噔噔，它是南韩版的，里面有牛奶巧克力，还有好玩的新奇玩具。打开啦，这半是牛奶巧克力。看一看，哇，非常香甜可口，很好吃。还有吃巧克力的勺子，快来玩玩具喽！看看说明书，这是什么好玩的？上面有玩法。需要组装，一步就组装好喽。是一个弹射玩具吗？我知道啦，这就是一艘艇，可以把它放在水里玩，可以把这艘艇弹射出去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打到熊二了，艇被弹射出去啦！好新奇的玩具啊！再拆一颗南海版的，
玩具拆出来啦，这半是牛奶巧克力，是一个陀螺，又是一个挂件，上面有美国队长，哦，又或者是钢铁侠吧。小朋友们知道他是谁吗？然后折叠这张卡片，转陀螺推下卡片，这又是一个挂件，好了，可以把它挂在书包上面，真酷啊！小朋友们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每天有更新，记得订阅我哦，拜拜。